里面请。你好，我找那个老地方。谢谢啊。你丈夫呢？哎，田医生，你上次开那个方子真的管用的，效果还蛮好的。上次就跟你说过，患者本人要亲自来。我老公的病症，他主要就是觉得有时候腰酸，然后腿酸。你是不是想要个孩子？没有。既然不想，那你上赶着要看病干嘛呀？你看看外边那些男患者，有哪个是他老婆来给他看病的呀？主要是男人的自尊心嘛，田医生，你去谅解一下啊。这样吧，你给你老公打个电话，我最起码了解你一下，你老公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行。平时就是工作特别忙，然后哎呀，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上班的时候都是不能接的，所以说不一定能接的。你看这忙着呢，接不了都啊。把他的号码给我，来，我给他打。这医生，这谁打不都一样吗？我试试。忙着呢啊。喂，哎，你好，你好，您是刘小姐的爱人吗？啊，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刘小姐来到我们中医院来给您开药，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我又没见到您的人，他今天又来开，我不知道您具体什么情况啊。这样什么应酬呀？喝点水，是不是难受啊？啊！我就是和同事喝了两个硬。哦，知道了。啊，没事没事。哎呀，是不是好难受啊？啊！哎，来在这儿坐下。你在这儿坐下，快上床去好不好？啊，快起来。慢点啊！一二三，刚好啊，是不是难受啊？我最好，是全世界最好的啊！少喝一点，听见没有啊？怎么喝伤不伤身体啊？你说怎么弄啊？我都没喝多少，喝一点点。身上错了，别错了。盖被子，睡觉了啊！不想了，睡觉了。哎呀，安豆，别走啊！
抱歉，马上到，马上到，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伤到哪儿了？手吗？还是脚？没事，没事。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要去哪儿？我们捎您一段吧。我这儿没看见你们，不好意思。不是你怎么样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不用不用，没事儿。你去哪儿？我送你，走。不用了。没事儿，你去哪儿？哦，我去 WFC 国贸那边，方便吗？方便，上车。我确实是赶时间。一晚上没睡，熬到现在，真行。哼，哪天动身？明天。安北区竞标也得你亲自跑一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约的上午十点，你9:50才起床，是不是该好好敲打敲打？我今天早上真的非常着急，我想快点过来，我怕迟到了。我不是给你发信息吗？啊，结果就在那一瞬间啊，名片递过来的时候，我一看，瞬间就不慌了。您是万国的马总？是。我当时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我就是被命运选中的人，这多么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我能够接近客户呀！人家看上你了？不可能！马总、辛总啊，今天的会议内容呢，我会发给你们的邮箱。后续啊，项目还有什么更新，我也会及时的同步给你们。麻烦辛苦了，辛苦了。马总，那我就先把他给处理了。加个微信吧。啊，好啊，我扫您。我扫你。就加了个微信，多正常啊！越是大佬呢，做事越直接，所以他们一旦发现目标，就会迅速出击。如果只当你是个小喽啰，又怎么会加你微信呢？唐颖，周末晚上一起吃饭？让我说中了吧？呀，这怎么办呀？我刚刚说他发光，真的单纯是为了项目。这万一他真对我有意思？我处理不好怎么办呀？会不会对我们案子不好？那如果你要是处理得好呢？作为职场打工人呢，就要学会善于利用身边的一切资源。你如果够聪明，这件事儿还会有更巧妙的解法。人有选择
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所以你很幸运了，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整件事儿里，如果你把它做好呢，那就是升职加薪的事情，当然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总而言之，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意愿了。我选择做好项目。我也相信你，也会好好保护你。对了，格尔那边要求对接新的法务，刘美玲辞职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来之前，郑律刚刚交代的。朋友圈也装神秘了。那你想吃什么？都行，我不挑。我家附近刚好有一家羊肉汤，特正宗，要不要试试？老大，需要帮忙吗？不用。金浩还有小豆呢。他们最近往 A 的总那儿跑得很勤。对了，最近呢，帮我留意一个项目，具体怎么操作发到你手机上。好。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告诉别人我接触了什么公司。放心吧，老大。老大，吃包裹去。喂，美玲姐，啊，您来北京了？好啊，好啊，没问题啊。那我去找您。行，一会儿见。唐颖。美玲姐，换发型了，好看吗？好看，风格不一样了。来，喝点水。怎么样，跟我们原来公司的法务对接的还顺利吧？挺好的。其实我请你来吃顿饭吧，就是想感谢你。感谢我？我离婚了。知道。
真的不行。谢谢你，恭喜你，谢谢你。唐律师，你的会议记录做得很详细，期待与你的合作。这个松叶蟹啊，主要是负责吃肉。那咱们平时呢，很流行的那大闸蟹呢，是吃黄的。等到入秋了，我带大家一块去上海，好好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好啊，那说定了啊。等到时候听 Building 去了上海啊，请我们吃刚开闸的蟹。大闸蟹一定要等开闸之后再过上个2到3周，那个时候才是最肥美的。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九雌十雄，你们听过吗？没有。没听过。这里边的九和十说的其实就是咱们农历的这个月份。不过虎哥，哎，你别光顾着说呀，你看你这排的蟹肉都没吃，都快溢出来了。你看还真是，我这个人呢就这毛病啊，就是我就是只爱播不爱吃，啊，这样，来给大家分一下，一块吃吧。来，亲自我给你分点。啊，谢谢。别客气。不是有点多吧？没关系，没关系，不多不多不多。那你帮我分一下，哎，多吃多吃多吃。你说说你这个只爱播蟹不爱吃蟹的习惯，可真太棒了。以后谁要是做你女朋友啊，那不得幸福死？谁说不是呢？我们新资男朋友就是这样，对他千依百顺的，别说播蟹了。就连蜘蛛都能给他去了皮儿呢。新资有男朋友了？嗯嗯。啊，也正常。你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要是真单身，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我接着给你们播。
装腔启示录由特仑苏冠名播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青姿啊，我想给我喜欢的女生买一个礼物，想请你参谋参谋。我眼光不太好，要不请大家一起帮忙挑一挑。哦，你眼光是不太好。所以嘛，你找别人帮你挑吧。哎，心思，你不会误会我刚才说的喜欢的女孩是你吧？我怎么可能会误会是我呀？哎呦，毕竟我也是有男朋友的人，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现在还是你领导呢，想请你帮个忙都这么难。而且你觉得我会是那种上赶着挖墙脚的那种人吗？也最好。那这样吧，那个你把你的预算还有什么忌讳，包括什么特殊含义，你告诉我，我帮你选一下。OK， 没有特殊含义，也没有忌讳，更没有预期价位，贵的就选贵的吧。这么敷衍？这不是敷衍，我这是绝对相信你的眼光啊。你刚刚还说我眼光不好。那我意思说你挑男人的眼光。心思，我不是那意思，对不起。我知道您是领导，但是我还是得声明一下，我不想听见别人在我面前说我男朋友的不好，尤其还是你不太了解他的情况下。徐总 ，Richard 特意交代我，让我跟着你去，说是给您搭把手。啊，还有酒店的事真不是我不上心，实在是没什么好的酒店，您到了以后可千万别生气。没关系，有床能睡觉就好。啊，这边去。晚饭约在哪儿？哦，他们说是本地区最好的一个馆子，刚给我发的定位。走吧。不好意思。马总，刚去骑行了一下。换车了。还没来，我去趟洗手间。哎，说实话，您昨天发我这里地址的时候，我有点意外。我以为我们会去喝羊汤呢。我还真喜欢喝羊汤，不过偶尔换换口味嘛。这里看起来应该也挺好吃的。嗯，来。哎，谢谢。除了羊汤，你还喜欢什么？很巧，我喜欢喝茶。现在年轻人喜欢喝茶的可不多啊。嗯，因为我觉得喝茶的时候可以让我慢下来，而且其实品茶挺有意思的，就好像你看这单子上面，就像这个凤凰单丛和岩茶，虽然他们都是乌龙茶的体系，都是半发酵茶，可是很大的不同。岩茶它是闽北乌龙，凤凰单丛呢它是广东乌龙。那你喜欢什么？其实他们各有各的好，香气也不太一样。岩茶呢，主要是以高沸点、果香、木香为主，而且留香时间比较久，喝起来踏实。凤凰单丛呢，主要是以低沸点、花香为主，留香浅，所以呢，喝起来略显轻浮，但它活泼呀。所以，主要看您想要喝什么。那饭后
我们来一杯踏实的。好啊。咱们的今天的贵宾啊，徐总，大家关心关心吧。介绍介绍，这都是今天咱们的朋友，算是咱们这地儿啊，也算有头有脸的小人物吧，是不是啊？啊，文化团，演出这一块啊，方方面面安排妥妥的。贷款这块哈，你就找白姐，没问题。小伙长真带劲啊。回头白姐给介绍对象啊，你好你好，要用刚才说话啊，好，那得杠杠的，走一个走一个，哎，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一位，是不是咱们啊？那还用说？康城二品听说过吧？老兄一手打造的，啊，大企业家大老板小山哥，是不是？小山哥响当当的名声在，咱都坐吧，坐吧坐吧，客气什么呀？哎呀，那你介绍半天俺们，这位徐总是干啥的？你也没说呀。之前不是我跟你们都说过吗？那啥，他是那个信哦，京都信泰，京都信泰。哎，甭管什么了啊，就是这个管企业上市，啊，资源整合转型，振兴咱韩北市场嘛。就他呀？那行吗？那小伙那秤砣虽小，压千斤，是不是？哎，这话不错。哎，咱先别说了。咱敬徐总一口好吧？来来来，等会儿，按咱安北的规矩，咱得整白的，是不是？啊，倒一杯，谢谢谢谢谢谢。那必须白的，必须白的。哎，整点好。啊啊啊！今天可惜了，天气不太好。北京的秋天，骑车经过长安街，特别美。你也喜欢骑车？嗯，我也喜欢骑车。哎，您读过郁达夫的《春晚》吗？春晚。春风沉醉的晚上。啊、每次骑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一篇，因为真的风景太好了，太美了。我上一次骑车经过长安街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可惜我车技不太好，不然的话上次也不能撞着您，真是对不起啊。哎，没给你留下什么后遗症吧？啊，没有没有，我皮实得很，伤不着。下次再见啊！下次再见。凤凰单从踏实，岩茶，清湖。说反了，那喝个茶能喝出踏实清湖？你是不是跟我瞎掰呢？怎么可能？临去之前啊，我在这茶馆学了一晚上。我问了人家好多问题呢。哎呦，把你给刻苦了，拿出做背调的劲儿了。你不成功，谁成功？我都担心我是不是用力过猛了。你和马总吃过一次饭，你对他感觉怎么样啊？他这人吧，还真不像我想象中的有钱人。可能是因为是创一代，挺接地气的。那你喜欢他吗？喜欢谈不上，顶多是不讨厌。那我建议你，咱们这个事儿呢，还是照着拿下这个项目为主。你先努力搞清楚这大哥到底看上你什么了，你就把你这个长处发挥到极致。我哪知道他看上我哪儿了呀？
肯定不能是长相吧？那你们这第一次见面，他就对你这个小律师感兴趣，肯定也不是图什么实用价值吧？难道是我提供给他了情绪价值？可能他觉得我有趣好玩，想约我出来聊天吃饭。不管怎么说吧，我建议你下次和他见面的时候，拿出你职业女性的气势多一点，别让他看清了。说的对。哎呀，我这走了之后，你这可是冷清了不少嘛。这叫冷清啊，这叫清静。你和徐佳白怎么样了？不瞒你说，他照顾的我无微不至。我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看见他给我准备的一大桌早餐，哪像跟你住的时候呀？每天吃的都是什么垃圾食品？什么什么垃圾食品？好了，你现在跟我喂狗粮是吧？秀恩爱。讲真的，我觉得他有点过分关注我了，让我有点不自在。恋爱中的男人，啊，都是这样患得患失的。可是你都不知道，我每天出门穿什么衣服，他都管这管那的，走在大街上。他就觉得有男人盯着我，就是爱上我了。他是不是紧张你嘛？你这沐浴油很贵的，你拿过去你要丢了怎么办呀？留着在家自己用呗。买了不就是要用的吗？我们也得享受啊。都没开过封，为了你专门开封的，你看我对你好不好？不是，我们去泡澡不就是为了去吃自助、搓澡下灰、躺着聊八卦吗？你整这么高级干啥？下什么灰啊？我很干净的，我可不用下灰。你忘了是谁小时候被小姨搓的满身都是灰，满地都是泥，把那下水道都堵了。你不要借口坑人。你下灰这么大了还得下灰呢。谢谢。你好。你好，能帮我们排两位搓澡吗？好嘞，谢谢。三哥，我这衣服脱这么半天。来了，三哥。来了，媳妇。好，来，三哥，来。可以。三哥，三哥。三哥，哎，三哥，哎，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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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劲儿，你看，体验就完了。叔，三哥一会儿就不上，你记着啊。哎，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你有一次在桑拿房里跟我比赛晕倒的事儿？别说话，影响我发挥。我姨怎么说你的来着？抓奸要强，软硬不吃。啊，每次我妈给你妈打电话说就这俩词儿。你知道你姨现在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吗？她想到北京来给我买房。我姨爷爷暴富了，他是脑子想不清楚，根本不了解北京这个房价，怎么可能是我们这种打工人可以买的呀？我同意，他们在老家根本想象不到北京的状况。你说我们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要是说付个首付的话，也只能买那种二手的老破小，鸽子笼，没电梯，而且还绝对不在学区。你跟徐子泉怎么样了？纯友谊啊。谁信呀？啊，你不会是被他的渣烟渣语蛊惑了吧？你这咋的？以前搁老家不泡澡啊？熏头腼腆。很少。嗯。哎，我还真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什么事儿？嗯。你还记得棕榈湾的那个大叔找你喝羊汤呢？我知道呀。他后来不是成你客户了吗？啊，他约我
约会，嗯，你介意吗？你喜欢他？我不喜欢他，但是一方面他是我客户，工作上有关系，我又不能拒绝他。另一个嘛，我也觉得跟他接触接触也没什么不好啊，就当做是一种锻炼。你想搭理就搭理呗，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有点土吧唧的，不是，准确来说是有点太接地气了。所以他是真的很有钱，超有钱，超有钱。我就说，怎么那么突然来约我泡澡？那咱们姐妹俩好好碰一个。没事儿，谁上班不摸会鱼？这是万国并旺的资料，你抓紧学习啊。好，世界挺残酷的吧，又得工作又得搞人际关系，没有人关心你的时间够不够用，只关注你做得够不够好。两边都不放弃才是打工人嘛。你昨天发我那报告我看了，写得很专业，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谢谢。怎么还纯情上了？之前没人夸过你啊？之前大王在的时候，说什么都是不行、不对、不可以，都是不字开头的。我知道他性格这样，但是明白了，缺乏肯定嘛。没关系，我来了，以后我夸你。哎，对了，下午的会议马总改晚上7点去高尔夫球场了。我看这个案子你捋得也挺明白的，我就不去了，你跟他汇报吧。啊，我一个人去吗？怎么还心虚上了？不刚夸完你，你很棒吗？好，手段要狠，身段要软，你是最棒的，加油。马先生，啊，马总，哎，来了啊，没事没事，您先打，我在这等您就行。啊，好厉害！啊，来，你来一根。啊，不行不行，我不会，而且我一直没有 get 到打高尔夫的快感在哪里，因为这个运动好像太静态了。高尔夫啊，你可以想象啊。每一个球洞都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你每次挥杆的时候啊，想的也许不是怎么把球打到洞里，而是要去拿下那每一个你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每一个打高尔夫的人都这么想吗？啊，那倒未必，因为每个人对每件事情解读不一样。那我听了您这么说，倒是有点兴趣了。好，好来，继续高。Too high.
说。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in your mind. 马总，我还是跟您汇报工作吧。还没尝试呢就否定自己。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很清楚，一目了然。其实我没什么疑问。那您还约我们开会？本来是想看你工作很辛苦，想让你出来放松放松，没想到反而让你感觉有点纠结，是吧？啊，没有没有，我很开心，谢谢马总。我有个朋友的女儿要开个画展，后天就开幕，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出席？我吗？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还有助手。是是是，我从外地来，找山哥谈事情的。那你跟我喝一个行吗？咱们俩加个微信吧。回头让山哥拉个群，好吧？山哥，你这朋友太没劲了。啊？咋的，全啊？不高兴啊？坐坐坐坐，出来玩儿不就高兴吗？我高兴高兴。对呀、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呀，啊，这个房地产我们是真的不做。啊，要不这样，我回北京之后呢，我把，这样我整理一些资料啊，然后我发给您，您再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有什么感兴趣的咱们再聊，好吧？没问题，难得来一次，你说你来了，我给你招呼好了，对不对？大哥，啊，嗯，要不这样啊，你们好好玩儿。我今天有点累了，我就先回去了。你这啥话呀？你能走吗？那你是贵客，你走了我们还玩啥呀？我跟你说不能走啊，对不对？哥，我接个电话，好吧？我不走，我衣服放这儿。哎，行，接电话行。哎，回来。哎哎哎，小木，老大，宇宙的猜想搞定了。好，知道了。陈哥，啊。我不走了，好吧？安北我多待两天，咱们喝起来，好不好？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干了干了干了，来来了，来。
黄绿。来来来，让我看看，准备怎么样啦？不怎么样。马欣远约你是哪天啊？明天啊？嗯，明天。他朋友的女儿办画展，在他们的四合院里。哎呀，而且他要来好多朋友。画廊庆典，那在场的小姑娘肯定居多呀。再加上马欣远这个钻石王老五的身份，对他有想法的莺莺燕燕肯定不少。面试官和面试人的关系从一v一变成了一v多。如果你要是不脱颖而出的话，那就会被人淹没，到时候这个 offer 就从此和你无缘了。我不就应该穿得越张扬越吸睛越精彩越好吗？我只要抓住了我面试官的眼球，我不就是制霸全场的灯球吗？你错了，人家马奇远呀、是通过群面寻找自己的同事，又不是女团成员。相比之下呢，温和睿智远比咄咄逼人要得人心多。也就是说那天呢，我得是一个懂艺术且低调的女人。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哈。嗯，挺好的。对，确实是，但是有点晒。小子，最近经常哎呀，跟我说，我可想见他了。哎呀，还怪紧张的。是不是？风格挺统一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朋友请我来的。总跟我说没时间，跑这儿来鬼混来了。你不是也在这儿鬼混吗？你好像眼光挺好的，陪我去买点东西吧。赶紧的，快快快快！质疑我是吧？哎，我记得这边应该有一些小店的呀。什么店？服装店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看起来不错啊，试试。你这是要换头啊？没看到刚才那些女孩都跟我穿的差不多的吗？我怎么脱颖而出啊？是不是也太夸张了？哎呀，你帮我看看外套吧，我总觉得这件外套不太搭。就这件外套也太朴素了。我这个色系比较搭。哼，确实是还不错，只不过呢，小仙女一般都只穿小号的。谢谢你，好好帮我看看啊。你不会就是因为跟大家穿了同样的款式就要换衣服吧？当然了，你不知道吧，衣服有的时候它不是衣服，它是战袍。战袍？为了哪个战利品？当然是为了非常重要的人。一共是3420。好，好看吗？精彩。那叫精彩，太棒了，谢谢。其实你穿什么都好看，不用刻意打扮成那样的。我回头跟你联系啊，再见，拜拜，下次再说。马总，子权，哎哎，刚刚那个是你朋友啊？啊，去啊，不了，打了一招呼。那我们赶紧进去吧，时间都快到了。嗯。哎，等会儿，
你陪我买个东西呗。啊啊！我妈朋友也有一间这样的四合院，就是比这个少点儿。你猜多少钱？多少？一间小上市公司的市值吧，还得是你们北京啊，卧虎藏龙。嚯！看到那个大叔了吗？嗯。他就是院子的主人，老张。听说背景挺深的，二代。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应该是吴万国董事长马奇远，旁边的那个一字间呢，应该是他的新女友，年纪轻轻的，傲上叔叔了，挺虚荣。哎，徐子泉，你今天穿的可真帅气啊！哎，之前以为你只喜欢当代艺术，你看这花这鸟画得多生动啊！随便看看，这花这鸟。都是老张的藏品。老张是谁？那个，你看啊，他是有胆识，有运气，还有能量。那真是厉害。嗯，拍卖会上我都没见过。阿姨，你看啊，张总这儿的画啊，有一幅是一幅，全是精品，非常罕见。嗯，唐小姐对书画也有研究，喜欢谁的画呀？啊，我呀。我才疏学浅，我都不敢说，怕您笑话我。进去看看。谁？等会儿。不着急。那我说了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些画家都受到了隋唐山水的影响，一代一代的仰慕和震荡都是逐一传承下来的。我们不能跳脱整个时代去单个的评价。张老师，您刚才提到林大师，其实我挺喜欢的。您看林大师画的鸟，他的肚子圆滚滚、肥嘟嘟的，特别可爱。但其实您细看，我是感觉有一点悲伤的。当然啊，名字很好听，依风而眠，很浪漫。走。哎呀，没想到唐小姐还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啊！哟，马总，这么巧啊，好久没见。金头信太徐子泉，哦，你好，之前我们有个项目一起合作。哎，你好。哟，马总的女朋友真漂亮啊！不是，这是我的法律顾问，大律师唐颖。哎呦，对不起，误会了。那各位先忙着，我随便看看。哎，林大师的小鸟。送你啊！很多人会觉得他比较俗气，其实转世举重你看他这个，很喜欢的感觉。这一字间姑娘还挺厉害，本来以为她只是马奇远的饭后甜点，或者甜点上的一颗小草莓，没想到不仅伶牙俐齿、胆大心细，还实实在在的代马言商。看来今晚收获不错。